完大蛋，大根，慢点，猪逼，干！我靠！你吃大便了？别傻瓜！我失误了，我头等功。呜呼！这人老想杀我。你要排位的，我们这边，哎，也还是也是吧，我们这边就拆到队而已。我是目前保持没被亮单吃过的人，你别说我没单吃过你，怎么没有？有的。哎，我得惜字如金。黄狗亮哥，哎，我不能发所有人，好难受啊。跟你们说，对面周丹这个杰30岁啊，是30吗？我记得差不多吧，有孩子了都。这个水友，你们看我记得清楚不？哎，中！打完十把就可以跟10个人聊天了，打自定义好像不算。我打这几盘，他给我捡的，快点给我升3级啊！快进到被粉丝单杀，然后怪皮肤。这皮肤确实不好用，但不至于被单杀。哎，爽！他甩我一套了。OK， 终于没事啊！升个4级再用 WEQ 吧。哎呀，他怎么在恶心我啊？放出来补兵，雷霆嘎巴。你想让我点评一下你是不？抢人头是吧？打完这把还打吗？应该不打，打完这把休息了。明天早上10点，我要早起。对面中单是我目前已知年龄最大的水友了，并且是有孩子的。目前啊，要再往30岁上面的整，我就还没认识，可能有，但我没发觉出来。网恋老玩的什么 ？EZ。10点就早起是吧？哎，见不见呐、啊？我又不上课。哎，10点真是早起，10点真是早起啊！我觉得。你们真不觉得我10点钟算早起？如果你们说不，我就要跟你们据理力争了。我劝你们最好说算，不然我待会拿出我的辩论词出来，你们就要输了。升6了，兄弟们。溜了。能越不？不好越，不够伤害，差个点燃。哎。来了，有感觉了。他肯定要 W 出来 ，W， 嘿，10点钟还敢在早起？那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晚上12点还上班不？是不是？学生，你12点还上课吗？上班族，你12点还上班吗？但是亮在上班，输了没有？这个说屌痒了，找个石头去磨一下就好了。什么傻逼，老是在那刷，怎么结死啊？
只有菜出新食，那有些人怎么那么恶心啊？出新食，哦，我出新食就代表我很认真是吧？我都没用天杀，我跟你们说，好恶心啊！我不行了，大多是。回家，以后能多打点水友赛嘛？不，少打少打，打不过水友也丢人。打水友赛压力太大了，又要被针对，打不过水友，对面的水友又嘲讽我，压力贼大。重点是，你不单是游戏里的那个水友嘲讽我啊，你游戏外那个弹幕也在嘲讽我呢，太难受了。现在来一把吧，我借了个号。非得抓着我说我打完这把不打了，就是说叫我玩。哎，我失误了，是吗？他没死啊？这屌人，怎么像猪？他怎么在这里卡我视野这人玩的蜘蛛是真猪啊！折磨一下。哎，怎么没预判到他？靠！他这回去有点慢。你就是猪！哎，有些水友是真的。我少中一发 Q 是吗？WTF 是谁啊？这还有熟人的啊？哎，这不是猪吗？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哎，哈哈哈！来来，你不是猪谁是猪？我就说你是猪。打死你个龟孙！呜呼！这其实螳螂都在脸上了，他还想着杀我。哎呀！哎，这么恶心呢！我靠！哇，这30岁的水友手速这么快啊！我没反应过来。F X X K 是什么？Water the fuck！哦，我的发，哦，坏亮亮，好恶心啊！老灰太狼了，爽！亮，你的英语跟你姐一个水平，那我姐是什么水平？哟。哟，小杰西好拽啊，就摁把我家上路点死。我这怎么这青钢影零杠六了？我没看到，这打成这屌样，但又不过来送个办卡。下次水友赛我要干碎你。下次我提前说啊，下次我提前说，大家把号准备一下。这次还是挺突然的。哎，哈哈哈哈。完了，我还中了，这不是玩大蛋？你不要过来、啊！哎，这屌蜘蛛好贱，好贱，这也给我一中了，哎，九折，这么恶心呐、啊！处心积虑的抓我一波，来喽！啊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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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就那个沙、啊，呜呼，这能留吗？跑了，这猪是真能跑啊！这个给我掐了吧！先说啊，
你这屌人！我没说你30岁菜哦，你可别妄自菲薄了。给我死！来来来来，这个杰斯老是公平叫嚣，我逼不？让能换回腹，能换回腹肌头像吗？我感觉用那个头像显得我们在直播间太那什么了。搞大笑了。节目效果，怎么有人管我打水友赛叫男童杯呀、啊？哎，今天怎么那么爱笑啊？可能好久没直播了，随随便便都能被逗笑，哎，笑点有点低啦。哟，这杰斯肯定要打一炮暗炮的，是不是？在这里，肯定。哎。哎嘿，我靠！哇，这给他预判到了。哎。他走了，我能哎，这有个眼，我被看到了，杰斯要来冲我了，卡马来了，杰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我想逗他一下的。主播可以借50块吗？几天了还找不到场，找场找你问我啊！我认识场多了，马上安排你上流水线，上夜班了、啊，能不能请我线下？芒果，我不会跟你见面的，我越来越觉得你真的喜欢男人，男童本来都是开开玩笑的，我是真觉得你喜欢男人啊，我防着你一点，啊。哇操这蜘蛛啊，这蜘蛛见不见呐、啊、对面那个伤也怪搞笑的，我觉得这蜘蛛把你内裤都看穿了。哎，我也感觉其实打水友赛有的时候比打排位还难，因为这水友太懂我了，你这 WR 是吧，或者说你这平常那个什么习惯他都懂，他可能看我比看黄片看的还多，这种有时候你真的想操作一些水友是真的难。这不小蜘蛛嘛，我空 Q 了不回是吧。不不、啊、可大惜了，我就知道我 A 那爆炸果实肯定死的，我 A 的他肯定给我一炮，来个20分钟的表，没这个我浑身难受。哇，这杰斯是个钻一啊，为什么感觉不出来啊？完了，我说这句话他在听，他听到了岂不是要生气啊？我的，哦，30，我靠，杀，哎呦，这能被反杀？哎，
拿个龙呗，龙魂了。哇，他怎么还在带呀？嘿嘿嘿，我靠，反手一锤，锤半管血，那 buff 没有人去拿，这 EJ 我是不是没杀过他？感觉蜘蛛会在这边蹲我啊？没有，可冲可冲，是，你也是，爽，这波可能会先吃他一炮，那这炮吃就吃了，血量低一点，他才会想上我。哎，我 Q 没中，劫来了，这波我可以卖一波了，死了。好像烧不死，他最后一口回了一口血。哇，这 Q！ 跟这个蜘蛛绕一波。哎呀，他们怎么都知道我在这里啊？行，感觉按回去我会死。呜呼！蜘蛛在我后面，哈哈哈哈哈！这老想杀我，笑死！哎呦，哈哈，临场反应，兄弟们！我靠！啊啊，这个杰不让我二出来了，杰怎么还在呀、啊？这屌人好不老实啊！这么点血一直在外面跑，我靠！来个收 gay 者才行，我感觉对面 gay 有点多的啊。我拿个药，见不见啊？这个人每次都是想杀我的，说是来送，谁故意送？他看到我了。什么意思？切！就这种人头，我都不吸个药，你滚吧你！量不杀，手无寸铁之人，我只能这么说了。你，哟！啊操！哟，这是不是要跳起来的？我干了！干了！我没死，我这个 W 压的还是可以的。看的就是你，哎呦！哎呦！没事，有个露露在，我应该没事的。这个人劫有大的哦，这个劫 W 怪大我了。哎，我镜头没拉过去，哇，我失误了，我靠！这个 EJ， 哇，他一个人冲脸也大回去啊，也一走啊！哎，我被网住了，哇塞！哎杀完喽！这螳螂杀多少个？25个，杀的比我还多。螳螂水友赛，这是不是螳螂的水友赛啊？见不见呐、啊？杀那么多个啊！可惜最后一波我不死，应该是我的 MVP。这0.4评分还是应该能拿的。休息了，兄弟们，大家没点关注的给阿亮点关注，每天直播时间早上10点半和晚上8点半。